被丢弃的木马。哎，你好，小叮当妈妈。嗯，好的，谢谢。小叮当妈妈，小叮当妈妈打来电话说谢谢你们，请你们去她家做客。好啊，我们也想去，我们也想去。小朋友们，你们好呀，欢迎你们。咦，小叮当呢？小叮当妈妈，你和小叮当是来度假的吗？是呀，小叮当的爸爸工作太忙，就我和小叮当过来了。水果看起来好好吃的样子。小朋友们，玩得开心哦。嘿，厉害吧？哦，滴嘟，小手在哪里？小手小，小手碎，有你想把人烧个飞嘞！嘿，嘿，小手红，动脑筋，智慧在我脑里。小手小，小手碎，有你想把人烧个飞嘞！我两只手都会打球。香香，我们来玩水吧。不要。水很浅，我会游泳，我会保护你的。小叮当的玩具木马，哼，我扔掉的木马，你们又捡起来干什么？小叮当，这不是你爸爸送你的礼物吗？我们辛辛苦苦帮你找回来，你为什么要扔掉它呀？给，我就是不想看到它。好奇怪呀，我要去告诉小小鲁班。玩具木马是小叮当爸爸送的礼物，小叮当为什么不喜欢它呢？